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Boss。好，今天带大家玩一个东西哈，MG149 摇臂哈，它很轻，大家可以做出的画面哈，你可以参考一下纸画面哈，它可以当 steady cam，当 crane，哈，还可以拍出，利用一些技巧可以拍出，用 GoPro 拍出 zoom in zoom out 的效果，那还可以做几乎完全取代滑轨的这个功能。还有，它可以在室内当做小空拍的一个设备，它不受天候影响，而且它的这个作业效率非常的高，架起来非常的快。那我们先来轻点简单一下介绍它的设备，好，附一个007的皮箱，哈，这个你如果不拿来装这些周边器材的话，哈，装毒品交易的现钞也不错，好，也可以装一些哈，有的无的，好，那这是它的配置。那它的配置，我们从头讲到尾哈。这是它的电动云台，哈，它有俯仰，我们叫 pitch，这个叫 roll，还有 z 轴360度 z 轴，可以转5圈。那么这里有配一个控制器，哈，你也可以这样子通电之后就可以直接拍了。有时候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，譬如说，捷运，哈。还有车站，还有公共设施的场所，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呢，会变成是，你在使用上来讲哈，比较不是那么显眼，那么也比较能够躲过一些管制，尤其在一些公共场合哈，基本上都不，现在都不允许拍摄了。那你可以用一些比较低调的拍摄装备来拍东西，好，这是云台在头的部分。那这个呢是控制系统，这个控制系统呢可以让你进行 俯仰拍摄哈，破水平拍摄或者左偏右偏的拍摄哈都可以，那都是采块扣设计。好，我们先讲它第一个功能哦，就在它的功能，第一个功能叫做 steady cam 哈，它的第一个功能叫 steady cam。那这个箱子里头呢？包括传输线哈、电源哈，还有 GoPro 的包也包含在内。这个小小狗包哈，小狗包也在里面。好，首先这样扣着哈。进去没关系哈。这样扣着，你就可以。有一边监看的功能哈，一边做 steady cam 录制的功能，好，一边监看一边做 steady cam 的功能。